你看拿600应该把那个沙子给他看一下才行。我们到时候跟他走个步骤嘛，360、600、1000、2500嘛。这样就好了。越磨越大，多大一点点？一斤啊！你不呢？咱不能别人的哟，你把人啊！还有那个，还有买单呢？啊？啊？先拿。好。那个干的布来烫，烫的抛光油了。我擦干。哎，你们是搞死人的对呀、啊？哎呀，你搞错了嘛！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那个时间挨死，到最后一看下边挨死，这孩子不行。OK， 别这样了哈，可以吗？